恭喜大家持续大获全胜哦。不过呢，我这边只有一个小小的遗憾跟缺憾，怎么讲呢？来，导播，我们直接上字卡。你记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，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，从上个礼拜五、礼拜一、礼拜二，主力心态都是个标标准的多。只有礼拜三台北股市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的空，没问题。日盘的夜随部分，我们是利用急杀买在夜随最低低点。好，我给大家报告什么叫小小的遗憾呢？基本上呢，我还是维持我的夜随承诺，我每天一定会把我交易的扣讯，我在市场上我直接跟大家做个亮牌。那当然，如果说你跟得上，你来找我；你跟不上，你不要来找我哦。来看清楚哦，这是昨天1:43的时候，我也清楚告诉我的会员，我说13659直接做多流仓 PM 盘嘛 ，P 嘛 ，P 代表 PM 盘的意思，1:43。结果呢，昨天晚上是先往下做一个急杀，为什么急杀？因为很简单，昨天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，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，结果呢？昨天 PM 盘呢、啊，晚上大概12点最低的低点落在13667，等于说差了7点，我没有办法成交，因为我是挂659嘛，659做多，然后直接流仓，结果呢最低的低点落在667，我挂659，所以说这笔单没有成交哦。不过呢，即使这笔单没有成交，恭喜我的会员呢，我们从上个礼拜五到今天呢，我们已经狂捞高达将近有1000点左右。那么67个礼拜呢，我们的总获利是高达37000多点。简而言之，如果说你换算成台币的话，大概是740万。来，我们是怎么做到的？再来一遍哦。基本上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，就用这张图就可以了。我请问各位，昨天晚上你看到 PM 盘这个往下急杀，为什么往下急杀？因为小 SN 指数。ISN 指数呢，它又告诉你美国又要强烈的夜随升息。那我一再跟我强调，当你少了主力心态，当你不懂得关键价，我拜托大家，你千万千万不要盯盘。就像呢，我的今天早上呢，我有那些业务团队啦，甚至研究不出谢老师，你也不用沮丧了。差那8点，相信我啦，往下急杀的时候，绝对没有人敢挂单，甚至呢，可能在1:43或者是3点挂单的会员啊，看到这一个急杀一定全部都抽单。对啊，这个急杀你敢买吗？这急杀你敢买吗？拍谁？我在1:34我就已经把单挂出去了。那这是为什么？我在跟我强调，你真的不要盯盘。那问题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？来，我再次给大家打强心针。来，快来来，快回顾了。上个礼拜一主力心态空，礼拜二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的多，礼拜三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的空，礼拜四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的空。我所有的夜随扣讯，不管赚跟赔，我都有跟你做报告哦。那问题重点，当你逮到的夜随机会，当你跟我一样认为负乖离率已经很高的逻辑之下，那你就等时机嘛。等什么时机？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难得，我们连线时间是9:48，9:48我也记得跟大家预告，我说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的多。那重点来了，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？因为很简单，举例，昨天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的空，所以昨天先杀嘛，先杀之后又拉起来，就变盘继续暴跌，因为这一群王八蛋，甚至他爸爸的，他们永远都比你早知道，你懂我意思吧？那问题为什么要有老师来来了再来一遍？老师，那问题我为什么我要下载你的软体吗？我真的是做股票，我们就没在做期货啊。那我请问各位，昨天我长荣，我昨天我阳明，我昨天1536核大，我卖在天花板。那昨天为什么要卖？因为昨天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的空。那问题为什么今天我把2609的阳明我给买回来？因为很简单，今天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的多。那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所以这是为什么？你不要跟我讲说谢老师啊，我没有在做期货的。我跟大家报告过，期货是额外的。来，你再看一遍哦。就好像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上礼拜五的时候，我请问各位，我10:15我就把单挂出去了。10:15哦，10:15在哪里？在这边。哎，在哪？随便啦，随便。10:15。哎，随便啊，假设这边，你不要去管到底他会不会来，好，没来就没来，就像昨天 PM 盘没成交就没成交，我们不需要去说谎，我只告诉你我是怎么操作的。结果呢，这样子就大赚570点。同样的，礼拜一的时候，10月3号，好，10月3号是大跳水，为什么跳水？因为 PM 盘是先放空哦。可是这边我要把蛋叔讲清楚。
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真的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就像现在你知道吗？电视台的成本已经没有一百万了，现在全部降到80万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老板一直煽动我说：“谢温呐，你去上个电视好不好？”我都上电视干嘛啦？我的业绩这么样的好，我都靠续约的，我干嘛去招收新的会员？没有啊，让更多的人认识你。拍谁？我谢温太有名了，已经有名到爆表了。如果说你昨天有看 iNews， 不管包括道琼期货的低点，我昨天晚上就跟你预告了，自己看昨天我跟智玉的重播带，我已经太有名了啦。我光非凡新闻台今天连线就是30分钟的夜水时间，有多少股票让我推上去啊？好，就我们就不要讲哪些股票，你有看的，你帮我验证一下，你帮我验证一下。所以说我只能跟大家报告，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？因为这群王八蛋永远都比你早知道，他可以上个礼拜五早上做多、哦，就来到上个礼拜五的晚上，他跑去放空了，感觉不是很贱吗？啊，就礼拜一台北股市跟 PM 盘比，它又跳水啊，跳水，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多，所以说我们做多一趟，做多两趟，那么一趟的部分赚了180，一趟的部分报到今天我大赚600。那问题为什么能够报到今天呢？因为很简单，礼拜一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多，从 AM 盘到 PM 盘我们都赚翻了，你看 PM 盘这样就赚了90点嘛。然后礼拜二的时候我一样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还是个标准多，可是礼拜二我只赚30点哦，我也真的跟你报告我只赚30点哦，我只赚30点我就走掉了。然后呢，在礼拜的那天我们很就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连续3天都是个标准的多，只有礼拜二台北股市有没有收在一个所谓最高高点，从 AM 盘延伸到 PM 盘， PM 盘我们又赚了100点，没问题吧？只有来到了昨天，大盘的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由多转空。简而言之啊，礼拜二的晚上哦，来再强调一件事情哦，如果说你是手机版的，你绝对不可能，你是手机版的话你绝对不可能看到 PM 牌。如果你能够看到 PM 代表那绝对不是我的软体，因为手机的容量它是不够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把主力心态灌进去。可是如果你想看到24小时的主力心态，就像你晚上起床大个便，好，晚上起床尿尿，晚上起床把你太太摇起来做某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一样可以看到主力最及时的夜水方向。等于说礼拜的时候整天哦主力现在都是个标准多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 PM 盘随便一出手又赚了100点，结果呢？礼拜三一开盘，很抱歉，它是个标准的夜水绿色，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昨天冲高之后又杀下去。可是杀下去的时候，我请问各位，为什么要盯盘？我再强调一件事情啦、你如果一直盯着期货哈，能够赚钱，你去盯，你真的去盯啦、如果说哈，你这样盯盘能够赚得到钱，基本上你不会看我节目。我这样讲对了吧？你现在应该要上酒店了吧？现在应该去跑山路吧？现在应该去洗温泉了吧？现在应该吃下午茶？你根本不屑看投顾节目，因为我讲坦白的，不屑是正确的，因为90%的投顾节目全部都在画虎烂。他不敢给你看扣讯哦，那请问各位哦，我昨天9:41，我挂740到750做多，有不来？有来呀、等到下午1点才来。所以说我跟大家报告，很多说谢老师我没做过期货，你收到我的扣讯，你就把单子直接用手机，好，直接打给你营业员，好，营业员就直接下单啊，这样子是这样子用100点嘛，那这样子是用很轻松100点啊，结果呢还没完哦，我问你哈，昨天 PM 盘我为什么要挂空气单，差8点没成交？因为昨天我跟你预告，我说开低会走高，这昨天我讲的哦。开低会走高，既然开低走高，它先往下杀，我当然是买嘛。啊，只是没来。好，一天过去了，进入今天喽。今天12:05，哎，今天的行情很无聊哦。今天行情就在端杀，开盘杀嘛。因为开高，哎，开低会走高，我说开高会走低，麻烦调一下昨天，不管包括2点的重播带，还有 iNews 的重播带，我都讲开高会走低，没错吧？要开高走低之后，开始无聊，可是无聊过程当中，它是有方向的耶，主力心态它是多，所以说呢，这边我们做多，好，我们做多，结果呢，这样子，我的会员今天又赚了40点，所以说哈。自己看扣讯啊，都很清楚了。所以说哈，我还是老话一句，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400多万的 YouTube 广告费用，电视台会降价 ，YouTube 绝对不可能降价，真的只要360。
而且差一天真的差的超级无敌多的。好，要解牌吗？应该不用解吧，应该不用解吧，应该不用解吧。重点在这个，好，重点在这个哦，重点在这个哦。你看合一一介绍完，拍谁啦？有人看到我们的 CG 就直接跑去买合一，合一就直接拉到涨停板了。好，好，再一遍哦，重点看这个哦，重点看这个哦，重点看这个，我把台积电一起剪完哦。基本上哦，明天台北股市会震荡，因为台积电它没有收上这个价格。好，这样够简单的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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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非凡认证的。好，那么台积电也讲完了嘛？台积电来恭喜我的会员哦，台积电我们总获利200块钱。那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，今年哦，大家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。那过得非常非常辛苦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我从今年年初，你真的掉今年年初传播带，我就有跟大家报告，我说金虎年不是虎气玄霄，不是虎虎生风，我说金虎年这个虎超级无敌会虎烂的，你一定要有更多的业者专业。就像我知道呢，很多人今年输到脱裤子，那我就用我先用期货为例了。我们光指数期货一年的时间，我们的总获利是高达将近有600多万，好，600多万，一口一口这样算哦。而且我每天给大家看口讯，那股票的部分也是一模一样。我知道有很多投顾老师买一堆台积电，买一堆敦泰，买一堆友达，就输到一个水脱裤子。可是我台积电，我每一个出手，我在节目当中我都有免费跟大家预告。好，在这来到919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说绝对不能买，因为它的月线它是绿灯。结果呢，你真的看到台积电的一个水利空，那我一直嘲笑这个标题嘛，目标价从780降到720，好，那也不干我的事啦。结果来到10月3号，再一遍哦，上个礼拜我买长荣，礼拜一我买长荣，我买阳明，我买台积电，啊，这样我很帅，有没有很帅？那在上个礼拜五之前，我们是操作1536核大，好，核大等于说全台湾唯一提供特斯拉变速箱的减速器的，就是核大。我买3289的宜特，为什么买宜特？宜特呢是一个标准的什么什么？很简单嘛，就是微缩制程当中材料分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我这样讲没错吧？没错吧？好，来台积电哦。礼拜一买台积电嘛，10月3号一定买得到嘛，因为穿价成交，好，穿价成交收盘收418，所以说419一定能买到。结果到今天的收盘已经来到451块钱，我已经赚了32块钱了，再加上之前的绩效，所以说台积电今年哦，我赚了200块钱，我没有每天出手哦，我没有每天出手哦，哎，明天急杀搞不好可以出手，哈哈，明天急杀搞不好可以出手，那要看这个价格嘛，啊，如果明天台积电开盘直接破。那就死定了啦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开盘直接破，那就死定了。开盘直接破，那就死定了。哦，我这样讲够慢的，够慢的吧？因为所有的东西哈，都在我们台股战情室当中，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所谓答案。那当然台股战情室呢，我是借由 Telegram 哦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想借由 Coach， 那也是 OK 的。然后呢，在此之时呢，之前，因为很多人说啊，他九月份放空大赚，九月份放空大赚有吗？啊，我九月份我做多大赚呢、欸？你忘了？你忘了？九月份很多投顾老师说九月份放空大赚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我九月份做多大赚呢、欸？哎，这七道记者，神准期涨停板8251呢131块钱，然后1536核大，乃至1513中心店，乃至于1605的华兴，随便出手赚两只涨停板，6133金桥，5258红宝各赚两只涨停板。我是随便做多随便赚，甚至包括1477的巨阳，我们也赚了将近有70块钱。乃至于从巨阳之后，你只要选对标的，我一再跟大家报告，很多人说谢老师啊，你在节目当中你都不太去讲基本面。我说真的啦，我说真的啦，我妈妈教我哈，我们人哈要留给其他人一口饭吃。我的技术面已经世界第一了。如果我在节目当中我在讲基本面，其他投顾老师都不用混了。好，该跟你讲的我有讲嘛。核大我是怎么分析的？我说它的毛利率它会提升，为什么要提升？因为很简单，它是全台湾唯一供应特斯拉的减速变速箱。我这样讲没错吧？结果呢？核大我们先赚了18块钱，那18块钱，空军你都看过了哈，看过了哈，然后赚了26块钱，那在结果之后，你真的看到核大利多了，923，我在九月初我在买核大的时候，你要等到923看到报纸利多，喊进核大，喊进蝴蝶，那都不是重点。好，来到月底的时候哈，
我说包括华新，包括1536核大，包括3289宜特，他们的月线都是个标准红灯，所以说核大我又再操作一趟。好，我再操作一趟，所以说我又赚了4块钱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赚了30块钱，然后呢，包括3289的宜特7块钱，然后再5块5，然后这样加起来一档宜特，我们获利也高达15块钱。核大导播打302，应该是我给他资讯错误，是32啦，不是302啦，32块钱。导播明天再改就好，明天再改好。那重点来了，全方位为什么叫做360？因为我一直希望说，看完这下面这一段之后。如果你还没有索取我们课程内容表，或你还没有报名我们线上课程的，我讲坦白，真的很可惜。如果你想说我在那里跌倒，我要从那里再站起来，你再继续 KD， 你再继续 MACD， 没关系，相信我，你会输更惨。来，开始喽。这是昨天的夜随扣讯，记不记得？昨天我说1536核大好获利出一半，然后91.9买回啊，穿价成交嘛，因为最低的低点91.8。好，昨天核大最低点91.8，我说2603长荣157出场，结果这个价格也来。好，长荣最高高点158.5，好获利出场嘛，所以长荣也赚钱，然后核大也赚钱。那今天一大早的时候，我把核大卖掉，所以我赚2块钱，所以核大我赚32块钱，还没完呢，还没完。好，来哦。长荣嘛，长荣上礼拜开始买嘛，我长荣的绩效还来不及算呢、啊，还来不及算，那不要紧，慢慢来。来，导播下个标可以了，来。结果我上个礼拜我买长荣，礼拜一我买长荣，我买阳明，我买台积电，还记得哦，买长荣、阳明、台积电、台积电。好，我先就抓15块钱了，我现在没有时间算绩效了，先赚15块钱。好，然后146到148我买进，然后昨天呢2603长荣我们157出掉嘛，所以说呢我买141，我出在157，我赚算10块钱就好了。那这笔单我没算哦，这笔单我没算哦，这单我算进去加起来靠25块，而且还没包什么，还没包阳明。好，第二件事情，这个叫做。看完这张图卡之后，你们应该感觉到很感动。老师，这是今天的图卡，干今天图卡吗？给他看清楚哦。昨天13800涨207点，什么时候图卡？昨天图卡，好看清楚哦。2609阳明，空方防守67，多方防守63.3，昨天12:14。你上完我们的课程，而且我讲坦白的。我有点不爽啦、啊，不爽什么？因为老板线上课程开的价格，既然比那一些有啊，现在有很多投顾老师，甚至于素人，他们开课程，然后呢，听说他们收的很好，我线上课程的费用，干，既然比他们还便宜，连10000块都不用，好，你需要什么？来这边，你需要什么？昨天12:14的时候。这是为什么？我非凡新闻台连线30分钟，有的投顾老师连线30秒，我连线30分钟，而且我没有买非凡节目哦，我买非凡节目吗？没有看到。好，来哦，63.3，好，预告完哦，来看清楚哦，今天来把这时间轴移走，9:10，阳明利用急杀，我们昨天卖高。我们今天买回63.3，我只是把63.3今天9:10我再发一次，有没有来？有啦，最低62.7。老师，那问题为什么你敢买？老师，为什么你没有算到62.7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能够算到62.7，我就不用在这边了，我早就上天堂了。只有骗子。好，只有骗子，因为我都是扣讯给你看哦，扣讯给你看整套的哦。你收到扣讯是62.7、63.5，拨通电话进来，我头剁下给你当椅坐。来这边哦，昨天卖长荣，昨天卖阳明，因为大盘主力心态空，就今天盘中急杀买回来，因为今天大盘主力心态多，这样子我又赚了1.6块。所以四天呢，总绩效如果再加上阳明呢，应该赢到35块钱了。35块钱哦，礼拜五一天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，拍摄5天你可以赚35万，要不要选？啊，你们要做行业类股哈，你们不找我，就找那些草包干。现在手中我这样看哦，看现在手中还套了一大堆行业类股。你慢慢做价差，你绝对不可能赚得回来的。潘 Sir， 我是从16块钱，你要就找这一个从16块钱
就在做航运类股，是前年在31块钱就在做长荣。好，你忘了没关系。6月23号外资调降平等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我买回，那时候是急杀快跌停哦，急杀快跌停哦，除权前哦，急杀买回一只涨停。两只涨停，三只涨停，当时手机还没坏掉，哈哈，现在手机坏掉了，然后结果呢，阳明我又赚了一只涨停，然后长荣我又赚了一涨停，赚完出完之后，在8月16号跟你预告反手放空，我没空啦，啊，因为我做核大，我做宜特，我能赚钱，我干嘛放空？可是我跟你讲哦。我说放空首选标的，你不是说告诉我要放空吗？我说放空首选标的行业类股，啊，你有放空吗？啊，你没放空，你也不懂得闪，那你是脑袋有洞哦，你的老师不停损，你不会去空他的股票哦。现在不很简单？有没有很简单？反手放空跟你讲哦，然后跟你要不好，然后来喽，开始要做多的时候，跟你讲国巨海事局要执行碳强度指标。然后跟你讲长荣阳明，好，跟你讲长荣，跟你讲刀子从空中掉下也会反弹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就这样子做嘛，啊，这样做啊，做长荣也买，阳明也买，停损价直接给你61元，能不能接受？不止没有停损，还大赚，然后就跟你讲说要开始震荡的原因理由，节目都直接跟你们讲。那这样子有没有很轻松的让我的会员赚到爆炸了？5天时间你可以赚35万，太慢了吼！我也觉得太慢了耶。其实好像今天我盘中我们做合一跟那个6589台康生嘛，对啊，因为我哦，对啊，来，哎，把这拿掉，哦，合一嘛，还有台康生嘛，然后就把它推上去哈。好，来，我找到一条，没有，我觉得哈，我现在觉得说，行业类股好像有点慢哎，4天赚35块钱是 OK 啦。那当然呢，现在的股票操作很难，你知道什么难吗？你问我会员哦，今天一开盘我就告诉他们，核大我不要出，我卖在最高高点，我卖最高，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我发誓，我等下 Telegram 我会贴。我会让你知道，我每天都有写传真稿，看清楚哦。来，我稍微念给大家听哈。我每天都有写传真稿，你来看清楚看。这个是昨天，哦，导播也哦，导播你要放大，这对我这么好啊。好啊，那个可是我不想一档股票给人知道哎，欸。那档是标股哎，欸，这样子可以啊，这样可以啊。你要放，哎呀，放大，放大，来，我们来放大一下，我们来放大一下。你在怕屁哦，乌龟怕铁锤哦。拍摄我的晚上，我的会员晚上都会收到，好，都会收到手写传真稿。好，导播感谢你哦。那我在里面呢写了核大的空方防守在94块钱，啊，就今天最高高点939，我当然不可能等到94块才出啦，因为我知道我的会员太多了哈。然后呢，2609的阳明我写63.3，然后长荣我写152，还有148.5，好，148.5，好，来。这是我们成功方法。那里面有一档股票，我一直在研究它，研究非常非常久。先给你看几秒了，好，先看几秒了，看几秒。来，我赶快遮起来。我干，不然你们很会找图，欸，你们超会找图的。来，好贱哦，没有，让我当一下投顾老师的啊，不然你就操作长荣、阳明就能够赚钱呢，啊。啊，老师啊，明天长荣、阳明怎么做？看冲高我一定会卖，你用屁股想也知道。现在就只能这样，你今天核大一开盘就把它干掉，冲到93.9，我就把它干掉当肥料了。不干掉，那么尾盘就杀下来。哎，杀下来的时候我要买，没买到哦，没买到。好，这是你们反败为胜最后一里路哈。为什么？因为全台湾就只有他在做。这是为什么？我看他财报，我觉得很好玩哦。我不是讲毛利，看毛利率小学生在看的。你看营业利率，它成长50%哦，而且 EPS 成长快要2倍。好，来哦，那你哦再稍微看一下主力心态图，主力心态图，哎，会买太久了，哎，买这么久。如果说根据我过去，你知道我们那时候金桥赚很多钱嘛，然后你那时候我的鹏程为什么可以赚131块？我一直买，因为主力一直买，就跟他一直买嘛。我觉得真的要涨一倍很简单的。我觉得这次要涨一倍真的很简单的，
因为它 EPS 成长两倍嘛，然后营业利率成长五成。我要是这种公司，你不要跟我讲说老师联咏很好，啊，联咏三绿三降，我昨天在自己，我不会去买那种股票了。稳茂为什么今天大跳水？我不会去买那种什么三绿三降的。你要找这种 EPS 快成长两倍的，想要知道吗？想要知道吗？电话号码在那边啊，电话号码在那边啊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每天看我的节目，你认同我操，哎，还一倍哦，一倍哦。你反败为胜，真的靠这，你反败为胜，拜托拜托，靠这支。你看有截图吗？靠这支就对了。那么当然呢，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 YouTube 广告费用，如何去下载我们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？来再一遍哦，昨天主力心态空，所以说我卖长荣；今天主力心态多，所以我利用急杀，我没有买长荣，我买2609阳明。好，那这样子，我买卖最高，我买最低。好，再次证明主力心态真的很重要，真的只要360，真他爸的超级便宜的。我们电话号码02-2392-3988，永远相信事后预告才是假的，事前预告才是真的。